谁说的纳维莱特史诗级削弱？我有纳维莱特，我坚决反对。怎么能抽了以后削弱呢？我们花的可是真金白银呢，就算零氪的也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，我坚决反对这种秋后算账的行为。如果要说纳维莱特有没有 bug， 电脑转圈打怪估计就是一个 bug， 转得还这么快，基本是全屏攻击。另外一个 bug 是什么呢？看吧，就是这个了。纳维莱特的攻击可以穿过钟离的柱子，可以穿透，其他角色的攻击应该都是不能穿透的。如果说真的要削弱，估计就是这两个 bug 要修复。那么你们说修复 bug 是不是违法呢？那肯定不违法，不过我希望能将错就错，就这样吧。深渊这么难，好不容易来个可以打深渊的角色，我们都没有意见，就不用调整了。你们说对不对？